外籍新娘的称号总是如影随形跟着他们，仿佛他们一直是一位新嫁娘，却忘记了他们曾经是一位女儿，也将会是一位母亲。记录观点，春天的黄樱桃，带您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与内心世界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春天的黄樱桃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